Thank you.
就是我可能到毕业前都不会想，
对，没有，我们没有那打算啊。有这首歌吗？没有，有他们已经从歌单去除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他们想说，我们就还要准备另外一首，其实就有曲目。没错，曲目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请各位跟我们讲台跳喽。
我可以就是可以讲讲话嘛，因为这一首歌真的需要心理，这一首歌真的很累，而且是我们第一次要。对，也是就是砂糖的新曲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这就是多高难度，他要宣传的就是那个乐器打出来的东西，对对对，我们还说啦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从那个帮我们讲，从还没有公布要九周年的有变了，对，然后整个三个月都在练手，嗯，就是听到真的很可怕，脚会在一起。不要提啊！兄弟都要哭出来，就是而且是神曲当天真的很惊，就是惊人，对，嗯，大家累的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对，审核，审核，对，就是不愧是扎索哥要登场之前都必须要通过审核，对，就是不是随便，哎，我今天好想唱公司哦，上来你帮我唱吗？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可是经过也。啊，当然我们会有时候停下来，跟我们讲，对，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很紧张，但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台下给我们支持，支持。对，你们嗨一点的话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有那种啊，我们现在有这个喜感在。对，还是。我会跟你讲啊，你是我道上的兄弟。Yeah!
好几个月这样。对，每次都说不够大声，再一次。我觉得超棒的。你等一下，你刚刚没有在这边喊哦，我对，你刚刚全程都在里面哦，你在，我觉得超棒，我觉得很棒。So amazing！ 有了，我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跟我说，我觉得他们超棒，对我觉得他们超棒，倍儿棒。其实因为他们练这一首歌的整个过程中，就是都几乎是我陪同的，然后就是真的他们，因为大家也知道说砂糖比较。练以前跳的歌曲都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歌曲嘛，就可能什么 Money Money Q Money Q 那种。那些动作，这首歌就是我跟 Dana 在旁边坐在地上看到的时候就，哇，然后就没了这样。对，而且我说没有要跳的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就是这首歌是限制他要开的，然后那时候他们爆出那一首歌的时候，我就看那个就是原版影片，然后我想哦，你们要跳这个，他上面跟我说可以，对，可以吗？我就说没有，没就画，对。我就你们练练看啊，我是觉得你们先练练看。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以前跳的歌曲都是比较简单的。不是，我是要表达说他们这次真的非常的用心，不要觉得说我们从228到现在的场次没有非常多，但是就是我们就是从228一结束，马上。周就开始练6月9号的歌曲了，不是走砂糖，大家都对，大家都是，我们每个礼拜大家一起跑健，对，我们真的一个月30天，我们健10天，真的不夸张。好，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接接下来的歌曲。我们接下来的歌曲也都是很嗨的哦，所以大家就是，哎，已经喉咙有一点沙哑了，拜托清一下，清一下痰好吗？对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。兴奋，听不到。给我喊出来！我好兴奋，我兴奋，我好兴奋，等你喊吧。哪里？再见。Yeah.
往前面来，要不然我在后面。可以吗？快好了，快好了。
要承担那个群主责任。那个，等下我感觉有风味怎么办？对，我也觉得有风味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顺其自然吧，就这样吧。好。不会动，不会动的。消消咔嚓掉。那我们今天感谢大家的帮助，谢谢。
而且我还会找很多什么不要让踩在打结的办法没有用。之前团练的时候我有涂过那个凡士林，没有用。一开始有用，但后来好像没有用，因为他后来就不见了。还有他说涂那个什么透明的指甲油，没有用啊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要迎接我们的紧急发言室的第二段认证。还以为会念全名。对，迎接我们的毕业。